在你会感受，是咱的最近的生意内底，咱人无上侪人的时阵，所以咱所有乡亲时代，咱即马看到咱的主持人在伊个地位上袂叮当，比咱所有高雄人就一个地方，革命化总统，我们进入决斗。兄弟，现在是全国现场的广播，你手一定要摇滚，一定要喊哦，喊大声！快乐们，上细声，上细声，快乐们！高雄人支持蔡英文，高雄总动员，好不？咱知影，咱的这个对手，咱的马英九总统，伊最后要来甲咱的高雄来做最后的这个挖苦甲攻击，甚至做咱的吞塔。但是高雄人团结做伙，咱只有一个目标，咱要改变未来，对不对？只有一个地方，要用高雄人的选票改变台湾，对不对？咱要让弱势者得到照顾，要让公平正义会当得吃。咱要用咱的选票，用咱的民主政治支持蔡英文做总统。所以拜托大家，咱今仔蔡主席已经行到剩最后200公尺啊！咱阁用大大声甲蔡英文主席加油，蔡英文，蔡英文。蔡英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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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蔡英文。咱期待咱未来的新政府蔡英文所加权，会当带来咱一个全新的台湾，全新的台湾的社会。咱嘛期待民主进步党提名，交给立法委员候选人。建立一个健康高雄的新国会，好不好？各位 ，AM 天气虽然淡薄冷，但是高雄人的热情，让规个台湾拢温暖起来。各位，就要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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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各位乡亲时代，咱来共同去蔡主席即卖嘞，一步一步，一手一手，甲大家握手的同时，伊感受到的，就是每一个小市民，无分族群，无分阶级，共同的梦，就是要改变，改变，要改变啊，对不对？为着咱的家里是世上爱，为着咱家己的生活，咱来从这个家传，家传到蔡英文，咱一定会成功，对不对？从全台湾的媒体，透过电视，透过网络，你看到高雄这个现场的时阵，咱要甲真正听讲，我们要换政府，对不对？咱从企业关关，最后的100公尺，最后两天甲蔡英文加油，蔡英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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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¡Suscríbete al canal!